间打举唱。这一局出现了三个教授，一个野人，看着像是打架的阵容。其实你进了游戏之后会发现，这不是打架的阵容，这是脱皮的阵容。满地图都是教授脱下的龟壳皮，不愧是第五人格皮革厂，满地都是皮啊。一个教授出生时，地图上会有三个龟壳落在地上，这是让三个队友可以捡到龟壳当盾牌用。当然如果队友运气很好，把龟壳都捡到了，那就是忍者神龟的阵容了。不过这局是三个教授，教授自己不能捡自己的壳，一开局地上就有九个龟壳，所以野人有福了，满地捡漏大富贵呀，可以满地捡龟壳，瞬间变成带壳的猪了。